那这边有很多水果，然后这边有寿司，有炸小馒头，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豆腐、青菜，上面还有很多点心、青菜、红薯，这个是豆干，炒豆干，然后这边有糖水，有芥菜粥。还有素菜丸子，还有冬瓜汤，这个是芝麻糊，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。然后这边还有老火靓汤，这边是凉拌菜，凉拌海带呀、青瓜、豆腐这些。这个是包子，蒸包子。上面有油条，有糕点，然后这边也是包子跟饺子，这个是汉堡、春卷，这个是番薯和玉米，这是萝卜糕、披萨，还有杂粮糕。这边是炒河粉和炒面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什么，看起来很像肉，但是绝对不可能有肉的。这里还有炸薯条，这边是蔬菜，然后可以自己烫，这边有人在烫，还有很多酱料，然后这边我就拿了这些东西。有杂粮糕，这个杂粮糕是甜甜的，很好吃。然后这个是萝卜糕，萝卜糕是咸咸的，有煎一下的，很香。然后这边装了半碗汤，玉米、龙眼、胡萝卜这些煮的汤很好喝。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哦，是茄子做的，但是那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很像肉的味道，这个做的很让我惊艳。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就是这个，淀粉裹着炸的东西，我就是刚才说很像肉，但是绝对不可能是肉的，吃下去的时候呢，就是很脆，然后。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马蹄，炸马蹄，然后发现不是，是炸莲藕，非常的脆，很好吃这个。然后这个小蛋糕也很好吃，上面有很多奶油，还有一点点的水果。一口下去，非常满足。然后这个是果冻，这个也特别的可爱，小小的。甜甜的，QQ 的。然后这边吃了几块水果，然后这个是南瓜羹，这个非常推荐，很好喝，香滑浓稠，甜甜的。